请您欣赏相声《歪唱太平歌词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朋友们很热情啊，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。我看有的朋友陆陆续续要去厕所哈，这是允许的啊。利尿的演员啊，正在往回走。好嘞，是。刚才这个节目啊，杂学唱，对啊，什么都有。我们后台的中流砥柱赵云霞，哎，还有叫什么吴萧泽是吧？吴萧泽，哎，二位给您说了一段，下去休息一下。是。又把我们哥俩换上了。还是我们俩。刚才那段节目是唱。是。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，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。啊，您是好唱。但是这一段，嗯，没有五环之歌啊，节目是有顺序的啊，不要着急，谢谢。每一次演出一上台就是五环，五环，还有一大哥，你唱完我就走了，多悲哀，讨厌。过去我们没有演出经验的时候，一上台，台底下就喊五环五环，然后上台就把五环之歌给唱了。是。第二次上来的时候，发现台底下没有人了，以为结束了呢。各位，我是相声演员啊。哎呦。不是什么歌手，虽然歌手，虽然我唱的还挺好，但是这个说相声是我的专业。是是，您明白就行。哎，当然明白了。相声啊，不光是唱，是四门功课。您说说，说、学、逗、唱。对了。四门功课是说拿说来讲，您说说得干净利索，这是我们必须的条件。干净干净什么？干净什么？啊、干净利索，对吧？利索，干净利索、哦。哎，关键是这个嘴里是又上行。好家伙，倒俩这么会儿，关键什 么？关键是这个嘴里，嘴里，嗯，哎，嘴里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要说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是嘞。还有一点。嘴唇呢也好看，为什么呢？薄厚适中。哎呦，像这个嘴唇就不行，这个嘴唇，这祖师爷不赏饭，知道吗？哎，像咱这个嘴唇，咱这个嘴唇，上嘴唇一下嘴唇，哎呀，完美，尤其是一咬下嘴唇那么迷人，对不对？这都是说相声该干的事儿吗？我们本门的功课啊，嗯，首先什么报菜名啊，基本功，地理图啊，八扇屏啊，绕口令啊，是的，这都归是说，哎，基本功嘛，蹦蹦蹦儿，蹦蹦蹦儿，憋死牛儿，绕口令儿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，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晾肉香肠，什锦素盘，熏鸡，白肚，清蒸八宝猪，江米酿鸭子，花野鸡，灌鹌鹑，卤什件，卤子鹅，山鸡，兔脯，菜蟒，银鱼，清蒸哈尔是马，这是我们基本功。嘿，行，不能忘，那是算坚持下来了。哎、地理图这辈子不能忘，不论到什么时候、什么时间、多少岁数、张嘴就来。是吗？哎，清河、沙河、昌平县、南口、青龙桥、康庄子、怀来县、沙城、保安、下火岩，不能忘，不能忘。您这不叫忘，您叫歇一站。不能忘、行了，赶快吧。张子，哎，大姐去哪儿？大姐，大姐生气了。我不背了，大姐。啊，大姐 坐那排的 啊。上厕所回来了啊。好嘞，上厕所成功了吗？废话，啊、有这么问的？可以。反正说比较有难度。是的。再有就是学。还小，什么嘴型这是？说相声不是都爱说小吗？没有，我们都说学。上小校。上学校。哎，上学校，哎，嗯、学的东西很多。您说说。包罗万象。是。天上飞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游，草坑里蹦的，都归我们学。哎，各地方方言。您怎么样啊？我凑合吧。天上飞的能学吗？天上飞的看飞什么了？天上飞的给我们学一个擦屁股纸。那玩意儿满天飞的，刮大风刮起来了，露天厕所啊，
学不了，学不了，太脏了。你看这叫诈骗，各位。不，你等会儿，我怎么就诈骗了呢？诈骗，地上跑的。什么呀？土豆能学吗？土豆有自己跑的吗？我踢他呀。哦，那我躺着让你踹我一顿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这都学不了。报仇吗？这不学个歌曲、戏曲、小曲、小调？哎，这我们能行？哎，会学唱。哎，再就是逗。斗在其中，是只要您各位乐了，就说明我们斗成功了。哦，斗哏嘛，最有难度的就是唱。您说说，刚才说小曲小调，那不是唱吗？是 ，no。哟，还会英文了。嗯，那不是唱，各位，那是学，那是学。真正我们本门的功课，相声本门，太平歌词，哎，和莲花落，一共四门啊。嗯，四门是100块钱的话。如果你不会太平歌词，嗯，发工资的时候只给你70多块钱。您听我的，这四门你先别学了，学学数学吧。我学数学100块钱的账没算清楚啊，是不是70多？75啊！哎，对了对了，你看没少拿75，你看没少领75。合着我这认账头。您太平歌词就不会。这相声本门的都得会。我唱太平歌词唱的是最好的，啊，确实是网上有您这个录音，嗯，网上有您的视频。除了张云雷，我唱的最好，知道吗？那是啊，行，除了我师傅，好吧，除了这俩，我唱的最好。啊，不怂啊！好，那对了，我的专场，对了，我唱的最好。流氓啊，都是惯出来的，嗯，知道吗？有的人根本都学都没有学过。什么？有的人没有谁呀、啊？点名道姓。点名道姓。对。我不敢。别怂。真行。就是你。怎么了？你啊，打上台就冲着我来，我知道。啊、对了，就领75，就领75。您，我们就领100。你等会儿，有点，嘿，干嘛呢？沉迷100了是怎么着？哎，咱打小学相声都学过，对呀、啊，各有所长。哎，对了，明白吗？哎，这不能说不会呀、啊。你师傅谁呀、啊？我师傅石富宽呀、啊。那么难以启齿吗？我师傅有什么难以启齿的？我问他师傅谁？我师傅是石富宽。那么害羞干什么？谁还我师傅？石富宽也很厉害。对，我师傅不惹事儿，最起码。石富宽也很厉害。我师傅多乖呀、啊！我师傅不乖吗？你师傅这辈子就没有乖过。我师傅在我师娘眼里是最乖的，怎么了？好的。哎呀，这2020希望更好。他都没有学过太平歌词。谁没学过？首先，唱太平歌词需要专门的乐器啊。对，叫什么？玉子板。可以，算你答上来了。什么叫算我答上来了？有吗？我带上吗？你等会儿，我也不唱，我拿它干嘛？猴神呢？完咧，还完咧还？您怎么您带着玉子板呢？那当然了。那锣怎么不带着？哼，多缺德这人。他吃的不是个好饼，这是。当当，怎么样？哦，嘿，一块儿，唱起来特别好听。您等会儿，哎，跟孝子勒砖的是怎么着？就一块儿，啊，两块儿，啊，两块儿。您知道不知道到底？两块儿，哎，这迷茫啊。对了，两块儿，两块儿，哎，还有一块儿，哎，拿出来，噔，嘿、哎，来。没错的话还是那块儿吧。你蒙啥小子呢你？你把这块搁桌子上掏一块出来，把迎面骨掏出来算你能耐，我告诉你。啊？哟！您这衣服做肥了吧？愣这么顺过去了，好、戏法的位置，没有啊，哎，得两块，对六，嗯，呵，老爷挽袖子还打起来还得响，
废话，掉地上得响，真是。哎，为什么叫玉子知道吗？您说说。玉一般都写那个美玉的玉。哦，玉竹。三横一竖一个点儿，哎，一般都写这个玉，其实不是这个玉。那应该是。应该是那个玉。哪个玉？您说说我听听。那字儿您会写吗？今天冬天遇见的遇，不是不是也不是，等会儿我想想。哎，知道了。您说最早啊，相声演员去宫里头唱这个太平歌词，那会儿没有玉子，知道吗？没有什么乐器，怎么办呢？嗯，拿手拍，要不就拿扇子呀。哎，一板一眼，是或者拿扇子敲桌子。对，就这样唱。过去那个。慈禧太后一瞧，这不行啊，多、哦、多单一啊。有慈禧。哎，上那个院里头，嗯，给他弄俩小竹片、哦、太监就外头拿菜刀，打打打砍竹片，然后磨好了，送过来了。你看这个行吗？太后说：“哎，这个我御赐给你，以后就敲这个，哦、御赐的御。”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怎么写呀、啊？您告诉告诉我偏旁是什么？双立人一个这个双立人那是刀，那是真行，不懂没有文化、啊、行就御赐的行了，来来来我听您，您来嘿嘿，来你看倒霉模样，来来嘿来，废话，你要听话我至于这样吗？哎呦，好，这手康复的还行，这练了几年这？这手也会，啊，那手不刚康复吗？八年，行吗？那手，哎呦，那有没有这手好？哎，对，那手还告过油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来一段啊，来一段听听。你看他这模样，这做派。昨日里阴天被水寒，出了水的。好，半悬空落下了鱼影子，民吃收灵，那殷勤棒肉疼全会人放家，好做派。嗯，打南边来了有一位渔翁，是来到了岸边，他倒说欢喜欢喜真欢喜，歌蹦儿就起哦，渔鹰则唤前，有渔鹰落下了。好了啊，太尴尬太尴尬啊！你也是怕忘了、啊、我以为啊会找到共鸣，没想到太尴尬啊。鹬蚌相争这都会，鹬蚌相争这是最基本的啊。哎，刚学的时候都学这一段，对，最特别小一个小段，哎呦特别小一小段，鹬蚌相争、嗯、这样孙老师怎么样？今天当着这个广州体育馆二号馆的朋友怎么样啊？真细致啊。活得真细致，我跟你说，二号馆朋友的面啊，现场得有四五万观众，这样。你等您那数学是不灵，四五千、啊、不止四五千吧，四五千、啊、四五千的朋友啊、嗯、我唱一段，我让您猜是哪段好吗？名字行了，没问题啊，你要能猜上来怎么样，我从我兜里掏出100块钱给你。你说这玩意儿不容易啊，见他花钱。嗯，行，那就我说知道你给我100块钱啊，啊，好吗？行，好，行，老有这帕金森。哎呀，这去，哎，真脆，真好听。哎，有了，这么快？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哎，那下上荷花映满了池塘，秋观明月如同碧玺，
行了，哎，来车转。瑞雪，行了，岳老师，岳老师，白蛇传，100块。对了，这是一段传统的节目《白蛇传》啊，你先这个故事，你先给钱，大家都知道，掏钱，掏钱。完了，怎么你什么心理账是怎么着？但没拿着大后台给你钱，那你欠我100块钱啊，说清楚了。行行行，拜。白蛇传这是一段传统的剧目，对啊，大家伙都知道这一段啊。你师傅我一唱，大家都跟着唱，说明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给你一个面子，大家知道，你肯定知道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是个演员，你不可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给你一个面子，啊？哦，怕我不知道丢人。行，谢谢您。第二段你就不知道了。我这100块钱，欠我100块钱。第二段你就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先把100块钱账结了，不是？是不是第二段你就不知道了？不，你花钱了吗？我就不知道。让我说不知道啊？你唱我不知道啊？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有军政权粮万民，臣戏言万民安。有一位三七新王名叫汉信，他灭霸了。哎，要走啊，回来！我不光是要走，我都想死，知道吗？废话，你是该死了。我的粉丝都怎么了？对，你的粉丝正义了，怎么了？你们去小一小好吗？我看人家在台上唱的粉丝，你等会儿，人家学什么呀？人家会，人花这钱听你啊？要不要脸呢？这手这么大岁数会抓挠了，你看，瞧瞧你是康复了，我告诉你，就感觉自己非常的过气，你知道吗？您呀，您不光过气，您欠200了。好嘞，对，听这个啊，哎，听这个，宋老师，我没想到您得花钱请我听这个，我又给了你一回面子啊。哦，谢谢，韩信算卦都知道，哎，是吧？哎，好嘞，谢谢。石崇豪富范丹琼，太公卖甘罗运造太公卖面，太公卖面祖爷，太公什么？你疯了？哎呦，我天，我别死的今年我。哎呦我的天，你怎么了你啊？干什么？我这太公卖面我知道。很久没唱了。我这不是拦着你，怕你后边忘了。唱一回你知道嫌你啊。这是哪？这是广州。我没想嫌我就想挣钱。300。想挣钱想疯了吧你？那是不是臭不要脸？75强我那个。拿钱，给你两回面子了，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？上台说的好，都合作10年了，为了300块钱，台上跟我急还。我大声说一句话了吗？你跟让狗咬过似的，你狂犬病犯了？啊？用你提醒。你让什么300的？没见过钱吗？是吗？谁像没见过钱的？后边的就别让，自己票价多少钱不知道吗？这都什么人呢？也是，后边有300就做头喽了。嗯。您得这么着，岳老师，嚷嚷什么？我根本都听不见，我都。岳老师，哎，您先歇会儿。我是不是惹事儿了？哎，这么着，哎，我错了。
得骨气。嗯嗯，哎，那个这么着，怂了、哎，错了，后边的也有钱，后边的也很贵啊。哎，这么着，省得台上能看，你再唱一个，咱赌500，怎么样？万一我不会呢？你还挣200？哎，怎么样？好，怎么样？我就说不会就完了啊！对对，好，行。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，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。爱情不是你想买，想买就能买，让我睁开，让我明白，放手你的。500，来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抢劫，你瞧了吧？呀，你骂谁呢？还挺敏捷，废话，你逗我？我告诉我倒你身上你起不来，我告诉你，真行你，什么时候学会的？还挺敏捷，你甭废话，这是太平歌词吗？骗钱呢？这玩意儿值500吗？太平歌词，我说配合好了，这胡唱。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右手一起。您来太平歌词行吗？一想到你我就什么玩意儿？怎么了你？跟我一起学猫叫，我是学什么猫叫去？那不你死腻歪的学猫叫了？哎，怎么唱太平歌词？你来一个值500的，花这么些钱听你这玩意儿，你要不要脸你？不知道自己不红了？行，我再给你唱一段、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鬼？戳我肺管子！哎呦呵，你肺管子长得够靠账的你。我还戳你肺管子，我一肠子掏出来的，我还给你。行，你戳我，我还点你呢，我还戳我的痛处。哎呦呵，你哪儿不痛？告诉我，不红就是我的痛处，知道吗？听这个啊，真行！你唱一值500的，你看。那庄公闲游踹趟踹人方，800。确实不是，加前面300-800，来大姐，拿完我今儿够了，我回北京了吧？哦，800块钱就能回北京了？那废话，平时就75啊，这10天还拐弯呢。来吧，掏钱吧。哎呀，800，这样不要脸的人我是第一次啊！什么劝人方？什么劝人方？庄公闲游多了，非得劝人方吗？庄公闲游，出党成妻啊？那是传统的，我跟他们不一样啊。你有什么不一样？ 你就这词儿，你能，咱别为这点钱，咱矫情行吗？我这个好听极了，好听极了，我一会儿急了，我告诉你。庄公闲游，出趟城西，500，拿钱。出趟城南北角，哎，跟你那一样吗？你那是出城西，我们这是出趟城南北角。南北。角南北能有角？那不是无限就平行了吗？跟你那不一样。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，500，来。他人骑马我骑着猪，跟你一样吗？你骑驴我们骑猪，怎么了？这都是人话吗？那人有骑猪的吗？要不骑马骑牛骑骆驼，有骑猪的吗？不胡唱吗？我骑猪你急什么？你急什么？怎么了？我是不是不冷静了？我就说你的词儿不对，你给我掰扯这个吧，你给我拿钱。我愿意骑什么骑什么，管着吗？不是您这不你没听过，听着就完了。
瞧见了他人骑马，我骑着猪。行，往下站，往下站，往下。回头看见一个吹小车的看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我往下，来。扭回头看见一个老太太呀，一样吗？老太太鸭是什么东西？老太太后面跟着一个老大爷，跟那样吗？老太太后面跟着一老大爷啊？哦，跟我那是不一样。其实他们两个人不是两口子。废话，走马路就两口子呀？你听着就完了。哎呀，好，您唱。这是个大段啊！您来。我瞧怎么值500这段。老太太说。说什么？大哥，我问你，大石烂怎么走？北京大石烂。呦，说犯就犯。大哥，我问你呢。哦。大哥，你说话呀。说话呀。老大爷说。说什么呀？我不做大哥好多年。我不爱冰冷的窗沿，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我爱你到明天。明儿都不认账了。老太太说。说什么呀？臭流氓。嘿，你看有什么话你说就好了，你唱什么？是您其实也能说，其实您没必要唱。老爷子就走了。老太太一扭头看见了我，哎，听着听咱这手甩腔，看见了我。哦，第一人称的。哎，啊，我。老太太说。说什么？兄弟。老太太管你叫兄弟。你怎么骑着猪？你瞧瞧，是人就得问这事儿。唱。你是不是跟猪有点什么关系啊？10了。行啊，可以，略胜一筹啊。彼此。哦，哎，行，这花500我都乐意。哦。哎，可以啊，往下来，我听听那大段啊。你怎么气着猪？又来了，你我说。说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这句肯定是跟我说的。我愿意气什么气什么。好调。猪不限号。不限号是不限好。不限号。哦，限号哦，不就是猪限号。老太太说。那说什么？好吧。真随和。那么说红绿灯怎么办？呵，真难听这句。我说啊，您就说，就别唱了，就说吧。那就闯呗。闯红绿灯啊，骑着猪。好，那警察拦着你怎么办？啊，警察怎么办？我说。说什么？让猪拱他。咦，好。哎呀，老太太说。真合理，听着啊。老太太说。老太太就没词了。你都把我逗笑了。好。老太太说。说什么？好吧。老太太就是随和。那我问你。喝好点。大石烂怎么走？啊，怎么去？我说。说什么？打车。好。这一语至此啊，或者网上约车啊。行，很快的啊。行，你要不就说吧，别唱了。老太太说。板子累了，谢谢呀。哈，老太太打了一辆出租车啊。出租车，他就问那个司机啊，大石烂怎么走？司机说什么？司机说啊，上车。废话，打车问道。不多时，腾云驾雾来的那么快。哎，这句像太平歌词了。你看腾云驾雾来的多么快，这句像了，有点太平歌词那意思了啊。吱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刹车。呀呵，吱，
就来到了大栅栏。哦，沙栅栏了。栅栏里头有一个广德楼。那咱德云社的园子。相声院子。嗯。那一天正好我在那儿演憨憨。哦，还有你。哎，老太太坐在了某一个位置，不多时我就上来了。哦，有你的节目。老太太说：“啊、哎，这不是那个骑猪那个小伙子吗？”好家伙，没猪还不认识你了。高手。好好好。怎么样，打平来。好，承让承让啊，好好好。老太太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爱在哪儿在哪儿。我说你管得着吗？没一句人话。老太太说、啊、你把猪停哪儿了？停哪儿了？这猪都僵了，是怎么了？我说你还有脸说呢？随便停、哎、那就是跑了。我们后边有一个圈。对，咱后台有一猪圈，你瞧了吗？你闭嘴吧，行吗？我后台有猪圈。我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。没了，这往上唱，我听听。往上唱，来。我自己都出一身汗。老太太听相声，哈哈笑，是喝了口水，怎么样？尿了泡尿。这尿的当地儿了。老太太尿在裤子上面了。好，上岁数了。老太太说。说什么呀？晚了。尿湿了可不完了吗？这回可晚了，晚了，完了。结束的是不是有点突然？老太太尿完裤子就湿了，坐那儿就完了。完了，传统剧目。哦，传统剧目。哎，哎，那请请，岳老师说实话啊。您这段传统的太平歌词没听过？没听过吧？哎，让我觉得有点惊艳了，是不是？词儿写得好，这人物关系也清楚。这正好，正好，正好。人物关系是你清楚？这呀，我没想到，说是吧？就这么好的太平歌词、啊、不过瘾，您再来一遍啊？您再来一遍，我给您500，行吗？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哎，第二天老太太。第二天，你等会儿。晒干了裤子。没有，老太太湿一宿还得，啊，就头一天的事儿，头一天。别急，别急啊，别急。能不急吗？我吃这亏吃的我。庄公闲游出趟城。对，南北角瞧见了他人骑马，我骑着猪，对吧？扭回头看见一个小哥哥，小哥哥，行吗？小哥哥不是小哥哥，跟一个小姐姐，不是小哥哥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怎么了？跟刚才不一样了？不一样，不一样就对了。怎么对了？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，这骗人的。